中国未来十年房子谢幕，新一轮赚钱机会已出现。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过去十年最确定的财富爆发的机会毫无疑问是房子，但这个机会是否会延续到未来十年，我的判断是可能性极小。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三个理由：货币环境、土地供应以及人口条件。我会重点讲货币环境的变化，因为土地供应和人口变化，我不认为他们是影响房子价格最重要的因素。作者：秦晓明。中国的房地产在过去十年迅速金融化，投机投资属性在价格占比中迅速飙升，房子已然成为中国居民部门最重要的账面财富，而且这一账面财富伴随着巨大的债务。中国房价过去十年的上涨，一方面充分反映了全球流动性的超级宽松周期，另一方面在近两年又反映了中国经济中债务的结构性变化及从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部门，快速转移到居民部门全民为国分忧的玩笑已然变成现实。二、过去十年全球风险资产包括中国的房子的牛市，其源头即是各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钱多了东西涨价，这是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至于为何各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涨，则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并没有最终进入普通百姓的口袋，而是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进入了富人阶层，这也是全球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原因。而收入分配不均，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低于生产率的提升，又反过来导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通胀进一步萎缩。这一现象在中国和欧美日都十分明显，全球央行对以上问题心知肚明，只是债务货币化的经济政策及量化宽松往往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不可能瞬间转向和立即撤出，否则必将造成经济新的下行。于是我们看到，即便美国老大哥已经开启加息周期，并已经开始缩减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但欧洲和日本在跟随上都显得小心翼翼。但无论如何，以十年为界，全球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正在逐步结束。随着美联储在未来两年把利率提升至 3%，